要放下身见。现在我们对这种事情搞清楚了，物质根本是假的。啊，是意念波动的一个现象。这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佛讲的真好啊。啊，我见放下，身见放下了。啊，边界。边界是对立两边。这我们一定要学。不再跟一切人事物对立了。啊，要怎么看法呢？一切人事物都是我的一部分。都是我。啊，我是变法界虚空界。我是圆满的宇宙。不但一切众生是从我现我身啊，连十方一切诸佛也是我现我身啊，无量无边的刹土也是我变我身啊，跟我是一体啊。我们要有这个认知啊，啊，充分的发挥。清凉国师在《还愿观》上讲的四德，随缘妙用。啊，妙用是什么呢？清净平等觉就妙用了。一切境界里头，无论顺境逆境善缘恶缘，不再受外界影响了。啊，我心里头有主，这个主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就是如来在因地上所发的四弘誓愿，十大愿望四十八愿。愿的条目虽有多少不同，内容完全一样。啊，不增不减呐。啊，普贤誓愿是从四弘誓愿里面开出来的，归纳是四弘，展开来是普贤誓愿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普贤誓愿里头开出来的，归纳就十条，展开的就是四十八。一界十度，多界十一。啊，归纳到最后真的就一条啊。四弘誓愿头一条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要用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去对待一切众生啊，对待一切世界，世界不管怎么个变化啊，三度转变到四度，这小变不是大变呐。大的变化是尘住坏空啊，整个宇宙啊，啊都不会干扰到我们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就像一个人一样，这种大变化呢，我们器官呢，整体而已啊。
啊，把内脏里面一些不干净的东西、病毒统统清除掉，恢复健康。啊，清洗肠胃也。啊，这是大的变化。啊，像明年这个变化，这是小变化，不是大变化。我们肯定我们的身是宇宙，那就没有妨碍了。那我们身上的局部变化，啊，为什么会死很多人呢？很多人我常讲，吓死的。啊，这个里面确实会有地磁的变化。啊，南北极的变化，这个变化很大。这种变化我们就知道，地球上的气候产生变化了，寒带变成热带了，热带变成寒带了。会有这个情形啊，那么这个变化对地球上的生物、动物、植物有很多不能适应。嗯，生活在寒带里头，不适应热带这个地方；生活在热带，不适应寒带的地方。啊，这个受不了的话的时候，会在这里死亡。啊，死亡不要紧，神啊，神放下了，灵性在啊，灵性是我，神不是我。啊，所以你就不在乎了。啊，我们修什么？我们修灵性，我不是修神，但是灵性提升，身体一定健康。啊，灵性不能提升，身体才有麻烦呢。啊，才有这么多病痛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境随心转这个道理。啊，我们的身是境，我们的心是主宰，我们念头善，念头清净，念头平等，我的身体健康。啊，能够适应一切环境。啊，平等的爱心，清净的爱心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这只有大乘佛法里头有，而且究竟圆满啊！所以边界要去掉啊，对自己的身体也是如此，没有控制他的念头，没有占有的念头，没有支配的念头，好啊，这心多清净啊！啊，念念跟阿弥陀佛相应，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应，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，跟阿弥陀佛的德相应，跟阿弥陀佛的行相应，阿弥陀佛的行愿。是普度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刹土的六道里头的苦难众生，这是阿弥陀佛的心愿呐！啊，我们要把自己提升。